埃及的首都开罗一栋五楼高的楼啊厝，那全是因为一楼要改建，结果规栋大楼就安尼崩起，造成一个人受伤，十三个人死亡。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来台湾，今仔日去甲红色雕像献花，伊嘛讲会继续为着台日友好来拍拼。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版巡演估计当地北美洲带动超过1500亿的商机，不过专家嘛咧烦恼物价甲通膨压袂落来。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林阿尊。今仔头一条新闻来看，埃及的首都开罗有真侪已经超过一世纪的老厝，也佫有真侪无合格建筑物嘛，拢真危险。伫咧当地17着一栋大楼，那就是因为一楼要改建，结果规栋大楼就安尼崩起，造成一个人受伤，13个人死亡意外，其中有一口罩拢总无命。埃及民防兵提山跳屋搁搬土石，继续抢救。居民无奈坐伫边仔，期待听到好消息。当地时间17早起，埃及首都开罗北部有一座高层楼群的主体大楼突然倒去。根据了解，事发迄当时大楼内有14个人，除了一个人受伤之外，其他13人，包括一家伙仔七口罩，拢恐正是死亡。救护车出动，将受伤的妇女人送往病院救治。在现场的这名受伤的妇女人甲附近两位居民拢讲，代志发生原因因为一头业主想要扩大厝的面积，所以违规拆掉厝内的部分壁，目前业主已经被逮捕。现场救护所线安全部队也前来救援。根据中东通信社报道，安全部队陆陆续续去找到地底土石堆中的性命幸存者，研判应该是附近的民众。那意外发生之前，这栋大楼的住户有五个人无伫厝内，也安尼避过这场灾难。开罗市中心大部分的建筑，建筑时间会当追溯到大约19世纪到20世纪初，因为年代真久，真侪建筑物破古古，甚至已经废弃。另外一方面，有的厝伫建筑时无遵守建筑甲城市规划法规，造成埃及大楼定倒起事故。当地时间7月16日，伫北部亚历山大省甲布海拉省也有民间大楼倒起，拢总造成五个人死亡，11个人受伤。当地时间6月16日，伫亚历山大县发生一栋13层楼建筑物倒起，至少有4个人受伤。公司新闻新罗贝编译。在欧洲的南部和东部，这几日也是受到北非高气压的影响，气温拢冲到超过40度。在意大利，高温就强要突破48度白纪录。啊，那希腊是真侪所在拢在火烧山，连出名的景点雅典卫城嘛，为着不爱好游客掉山。在过头到暗头啊，这段上座的时间暂时无被开放。这个热天，在欧洲各主要旅游城市，游客拢是一大堆。在罗马有名的地标竞技场，在入口的所在排队是排到热热长，摄氏40度这么烧热的天气，让游客一个拢咪在大型的电风头前要凉一下，连查甫人嘛举雨伞扎日头。Gosh, we didn't expect it to be as hot. No. We expected heat, but not this hot. Yeah. But we visited a few different Italian cities, so we're kind of used to it by this point. So. 这个以来，盛行现象是规个发威，北半球的日影是无断过。16开始对北非来的高气压，影响到欧洲南部和东部两个地区。最近气象预报员讲的，摄氏40度以上的地感日影，意大利中部和南部这礼拜气温拢会一直升到45度以上。自从在印尼8月西西里岛创的48.8度这个高温纪录，恐怕会被拼过去。预报员搁把这波日影叫做卡戎，都是生命故事里面。把灵魂送去地角的中间人，用这来形容地角高温的危险性。Ma diciamo che da un punto di vista dell'ondata di calore è una classica ondata di calore di origine africana. E quello che la distingue rispetto a quelle che abbiamo avuto in precedenza anche quest'anno, in particolare quest'anno, è la sua intensità.伊拉有真侪所在高温拢有到44度以上，温度真哩高，加上佫有强风。17天24点钟内，就81个所在有森林大火。火消防员是无用气气。雅典西边一个滨海的度假胜地鲁特拉奇，在火势离风景区愈来愈歪的情形之下，当地下令营较紧来甲1200个囡仔退离。
有名的观光景点雅典卫城，为了观光客的健康，在中午12点到下午5点，日头上大的时阵是关起来，袂当入去参观。还有救护车和医护人员伫边啊准备，因捌一工就处理40件头晕昏气，想要讨这掉煞镜头的病例。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南韩这阵啊落大雨、造大水，造成41人死亡、9人失踪。总统温秀华讲要彻底来检讨极端气候的应变措施。就有专家表示，为去年的水灾甲阵啊，政府拢在拍拼做事后修复，不过应该是要愈加强防灾措施才对。一个叫大水引起的地下道，拜一暗时啊，找到上尾一个失踪者的遗体，高是伫个加道14人无名。这次大水后地数死亡和失踪的人数拢总50个人，这是12年来上较严重的记录。总统温秀华拜伊去发生水崩山、灾情严重的重庆北道来视察，现场真侪大粒的石头，厝嘛拢规个变形去，予人看到是真惊。一个厝已经老去的阿嬷看到总统来关心，当场怎呢哭出来？其实这个画面，南韩的人民去年嘛捌看过。因为去年8月首尔发生大水雨，在地下室一家伙啊3人，嘛呢不幸归亡。彼当阵总统嘛有来关心。彼当阵温室外就讲，破纪录的大水雨是气候变迁造成的，考虑以上的气候已经成做常态，应该重新制定灾难管理体制。不过一年过去了，灾难管理还是出现重大缺失。学者认为说，政府没把预防措施做好，好要负很大责任。그런인재였다라는거죠쉽게얘기하면은제일먼저임시제방이무너지면서물이나오기시작한거하천물이쏟아지기시작한것자체가1차적인원인이었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습니다그다음2차적인원인은뭐냐면그런위험요인이있음에도불구하고사전차단을하지못해서피해를유발했던그지하차도차단관리주체에대한문제들이두번째해당되는문제가될것같습니다학자기대공2020년후산조다주의대수사대차의가수진쇼큰신봉려아有关当局就制定地下道安遥控闸门的计划，不过这项计划煞无扩大到青州顶顶开始做大水的所在。那各地方政府不是无灾难的预算，是分配有真大问题。그런데그적립하는예산을어떤사고가났을때어떤예방할때는 30% 쓰고복구할때는 70% 쓰는데선진국에서는예방할때 70% 쓰고복구하는데 30% 쓰거든요그러니까우리는복구의위주지예방은소홀히하는면이있습니다전가평가남한因为受到都市开发的冲击전国有100多万的所在开始发生水崩山不过目前受到政府列管的也无到10%有关当局若是未当好好反省好天即好来牛这款的悲剧恐惊也会持续发生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美国的气候大赛18去北京和中共中央外事办的主任王毅见面，希望美中会当对气候开始合作，改善两国紧张的情势，带动其他领域的交流。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日本的员工通常伫咧60岁就退休，若要继续食头路，薪水就会予人减少。不过即马煞因为严重欠人，有真侪企业就维持原底薪水，希望60岁以上的员工会当继续做。英国 Times 报道。荷兰的媒体也刊登，因为碰到一个日报，美国的军方 email 寄去罗西亚在非洲的友邦马里，在这10年来有数百万件寄到去，几率出现真大的空棒。说的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重新掌权了后，因为司法改革等等的争议，和美国的关系变得真紧张。美国的总统拜登17就邀请纳坦雅胡去访问美国，希望能改善两国的关系。上尾是《华盛顿邮报》，苏格兰北部的路易斯岛16出现真侪海鸥特大，虽然救援人员是赶紧去抢救，也是有55只海鸥未复救回来，要人道安乐死。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太太安倍昭惠在台湾的第二天去高雄把安倍晋三的雕像献花，又去台南参访安倍晋三的纪念影像展。
安倍晋三、安倍教会嘛感慨讲，春家己一个人来台湾替红色完成围观，伊嘛继续为着台日的友好来拍拼。徛伫红色相片头前，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遗孀安倍教会把口搁按起来。放在第二天下昼，伊出席文辉环美术馆举行的安倍晋三纪念影像展。放在时间行程满满，十八透早伊为台北出发，第一站来到高雄阿毛港保安堂。伫遐，伊头一摆伫日本境外看到安倍晋三的铜像。献花了后，安倍教会深深鞠躬。去年七月，安倍晋三在奈良奉七十神王，过一年了后，伊替红色完成未当顺利访台委员，说伫上台致辞时忍不住几啊摆流目屎，讲真艰苦，过访问台湾阿嬷两个人只剩伊一人。我明白啦，今回私一人で来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けれども、と主人の魂は。ここに一緒に来て皆さんに感謝をしていることと思います。安倍教会讲，红色非常介意台湾，伊也用行动来修补红色无多来台访问的遗憾。主人は本当に台湾のことを愛して、そして去年は今日金平先生もいらしてますけれども、多くの日本の皆さんと共にコロナが落ち着いてこの台湾に訪問させていただくことを大変楽しみにしておりました。安倍教会陪同安倍晋三出访过八十个国家，过去总是有红色站在边啊。这摆家己一个人来台四天，延续红色对台籍友好的政治理念。记者庄合报道。食酒食毒拢无解好，尤其那个赛车是害人命。咱来看伫咧台湾，食酒也是食毒个赛车，弄死人相当会当罚价200万台币，阁爱关十档。伫咧澳洲个执勤嘛是爱关价十档。啊，那法国即马要加档来罚食酒甲食毒赛车，原底是关2档，未来是按照道路杀人罪来起诉，相当会当关价十档，阁罚15万澳元，大约是台币522万块。而且当局阁会严格来处理超速无照赛车即挂危险的驾驶行为，希望会当减少车祸的事故。法国内政部道路安全委员会拜日宣布，未来酒驾和毒驾造成死亡事故，拢会以道路杀人罪起诉。虽然相关定处和刑罚无变动，不过依照个别案件严重程度，上悬通判10档有期徒刑，罚15万澳元。新规定也会让受害者更加多协助。Tout conducteur qui tue une personne sur la route et serait aujourd'hui poursuivi pour homicide involontaire sera poursuivi demain pour homicide routier. Cette dénomination s'appliquera que le conducteur ait consommé ou non de l'alcool ou des stupéfiants. 法国官方数据显示，全国可能有77万人无牌驾驶，并且每年有万五个拄到道路事故的人无买保险，80%是男性。整体来看，因为道路事故死亡的法国人逐年增加，今年5月就3267人，其中将近750个是过路人和骑铁马的人。法国内政部阁刷落来，会继续加强打击危险驾驶行为，除了严格处理超速、饮酒驾驶和食毒驾驶，会直接吊销驾驶执照。Les stupéfiants sont un fléau sur les routes, et dans un accident mortel sur 5, le conducteur est positif aux stupéfiants.Nous devons donc être intraitables avec les consommateurs de drogue et sanctionner plus sévèrement les conduites addictives au volant. 2019, 41 000 excès grande vitesse. 2022, 72 000. Il est temps que nous disions stop à ces infractions qui, elles aussi...包括一个有心的查某人和6岁囡仔，引起法国社会高度的关心。因为饮酒赛车、食毒赛车，10多年来一直有法国政府头壳摸得烧。这件事故嘛，变作政府加速制定新政策的上大的因果。公视新闻牛眼编译。日空之树的巴黎奥运头一班刷去到户外，伫塞纳河举办开幕典礼，到时阵会出动上百架船来载选手甲官员，对安全的挑战是真大。所以现在他们就提早开始先用40架船演练，我们带大家做回来看。
漂洋机亚真正六十岁的萨纳和尚，因慢慢弄过桥梁，到无远远在底下的埃菲尔铁塔相对看。这一阵不是用来观光，因有更加重要的进步。会在一年了后，在各国选手参加奥运开幕典礼。巴黎奥运预定伫明年七月底来登场，主办单位提前一年进行开幕式演练，因为有真侪细节需要掌握。We had 39 boats all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and we checked the speeds. We checked also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boats to make sure that the TV could broadcast in very good conditions. 主办单位表示，巴黎奥运开幕式会头一摆创下无伫室内场馆举行的先例，希望透过这个真特别设计，和全球观众留下更加深刻的美好印象。We just try to do something different. We just believe that all games need to be different if we want the people to remember those games. 到时阵，包括在参赛代表团、转播警官到紧急服务警官的船，会有900架航行距离是6公里。安怎确保因甲沿岸观众安全，也是一道挑战。主办单位表示，目前100,000个好位置的票券已经全部卖了了，有计也阁会开放300,000人伫塞纳河河堤免费观赏典礼。另外，开幕式表演会由法国有名剧场导演乔里华秋安排，目前内容暂时保密。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防疫解封，真侪国际明星拢咧展开世界巡演，规模是一场比一场更加大。亲像大明星碧昂斯五月伫咧瑞典咧办演唱会，大量的买众就带动当地物价压悬。另外，美国的流行歌手泰勒斯即马嘛正咧巡回演出，毋但门票真贵，买众若要穿水水去看演唱会，买周边的商品，佮包括食的、住的、交通一挂开销，看一场可能得要开价40,000元代票。估计伫咧北美洲会当带动超过1,500亿个商机，规个全球巡演的收入可能会超过9,000亿代票，要含奥运的经济效应变大。不过专家嘛咧烦恼讲，会造成物价佮通膨压袂落来。美国流行歌的天后泰勒斯这个月初七是推出第三张登陆的专辑《爱的告别》，顶礼拜就是顶起的告示牌专辑排行的冠军，这是第12张顶起的排行冠军的专辑，比之前的大明星芭芭拉史翠珊更加一张。泰勒斯也变作有上多冠军专辑的女歌手，而且目前有4张专辑拢伫个排行的前10名，嘛是1963年以来女歌手第一摆看到的纪录。这么少年就在乐团有这么高的地位，泰勒斯在全世界都有很多买奖。今年三月开始的时代巡回演唱会，门票各场都卖了了。今年八月在北美52场唱完了，接下来就会去各大洲唱。目前亚洲只有安排在日本和新加坡，新加坡的买奖甘愿困在街上2天排队也要抢票。I've been here since 2 days ago on Wednesday at about 6 p.m. I'm here because I need to get tickets to Taylor's Eras World Tour. And when I do get tickets, it'll be such a surreal feeling. I'll probably cry. Highly likely I'll cry. I feel great. I'm stressed out. Oh my God, I'm just overwhelmed. I don't have to think. I'm indescribable. I'm very happy I got tickets. Yeah! 有报道讲，泰勒斯是真正有够够趁钱，干那伫咧北美的演唱会，就会当创造50亿美金，差不多台票1,548亿的商机，拍败几十个国家的 GDP。全球办131场演唱会，总收入都有到300亿的美金，这么济，有可能变作史上收入上悬的巡演。有经济学家认为讲，泰勒斯造成的经济效益，都含办一场奥运是差不多的。泰勒斯演唱会平均一张票是8,000块的台票，去看演唱会的开销，搁加上车程、住、甲交通，一个人可能都要开40,000的台票。这么大的消费力，嘛，予各地政府有真侪的税收。会使讲泰勒斯一来，当地就会当赚大钱。不过，某学者的看法是无同，因认为讲，亲像泰勒斯，也是进前拄办巡演办了的流行天后碧昂斯，在世界大明星，后尾将敢开钱去买贵松松的门票，搁待伫遐，这消费可能是互通货膨胀一直起来的原因之一。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2023年，亚洲前50大上好的餐厅，其中有9间拢伫咧泰国的首都曼谷。这嘛显示泰国料理已经发展出一条高品质的路，受到国际肯定，咱做回来品尝。
2013年伫咧曼谷正无影嘅金融区开业嘅乐都贵贱，主要是泰国菜西方式嘅正法，用创新嘅手法、经典嘅口味，改变人客对传统泰国菜。I want when people think about Thai cuisine, they think about the whole thing, not only the street food, not only cheap, but also refined and elevated cuisine as well.最近这几年，泰国菜伫咧接不同一寡少年世代努力了，除了传统的路边的一寡小食以外，也用创新的高级料理，伫国际拍出名声。伫曼谷中国城一栋百年的中葡建筑物，进前是一间中药房的泰国式中餐厅。普通，伊的女总部师是金门移民的第四代，33岁潘查雅。因为招牌菜有两礼拜寿星的鸭肉搭配五种烹料，猪肉汤圆、青蚵仔配醋珍珠、乌胡椒酱毛蟹。一晚一个人接35位人客，要吃要三个月整订。So I think this is the golden era for young chefs to break through. They are very brave and crazy, and they're not scared of jumping into doing something new. And 在疫情期间，泰国的餐饮旅游业者受到严重的影响，旅游官员希望。即便新的美食流行会当带动观光甲经济，但过有一挂美食评论家对泰国政治料理的介绍提出警告，讲介绍是世界上贵国家之一，但过服务品质无到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阿尊，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再会。